打开，打开。切石头呢，垮了有人嘲笑，长了有人说话酸溜溜，社会复杂，江湖险恶啊！但是我相信，只要诚心对粉丝们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今天我们切两个黑石头，一个是莫西沙的，两个一起切，一起学习。来看看莫西沙呢，有大象皮莫西沙、水泥皮莫西沙、黑石头莫西沙。这个是黑石头的莫西沙，来我们打灯看看表现。表现在这里有一点点雾层。这个黑石头呢，这边打灯有雾层啊，切一刀看看有没有机会爆冰。这个是老橡皮的莫西沙，切开看看有没有手镯的机会，里面也是的一样的，会不会爆啊？这个莫西沙的先切，切个盖子，后面两公分保留手镯位。这个切个盖子，后面保留手镯位。奥利给，好加，奥利给打开。哇，这个化开了，但是裂多呀。切好一个吗，裂纹又多，但是上面有个叶子的位置啊，只有一公分切完了。石头就是石头，买石头的人太复杂，卖石头的人太复杂。奥利给，打开，保佑救星丸。哦，大白肉。有人问我棉太多是不是代表密度不够，高冰玻璃也会有棉的啊。翡翠主要就是看画的好不好，就比如说这个就是画的不好，这种品质的话不建议加工。莫西沙敞口的啊，大家看看，两公分再切一刀。喜欢的关注老周。